Jamie， 人呢？OK， 拿铁，拿铁还得再去面试一个幼儿园。幼儿园还要面试啊？对。拿铁，那你这次你能过不？咱再去面试一次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上次被拒绝了。哎呀，这已经算是标题党了，我觉得。这次不是纯沉浸式双语的了，有英语也有中文。I think it's fine， 他的中文好。姐姐，你在干啥呀？好可爱哦。他可以去中文的学校，中文是难，英文不太难。还有他住在中国，我要他会说中文好。所以他就不学英文也没事，对你来说。He can learn English at home. So this time, do you think he will pass? Yeah. 你给我们干啥呀？我爸要来了，我老丈人要来了。好，你中午给他做啥呀？哎呀，我可以做披萨、意面、沙拉，我们有酸菜，可以做的酸菜披萨。酸菜披萨，我想吃。嗯。还有豆瓣汁意面。豆瓣汁意面是啥呀？豆瓣酱意面啊。对。豆瓣汁。豆瓣酱意面不就是那种炸酱面啊？感觉对。行，你看你要能做好，那太好了。我看你能不能让我爸折服。你们俩收拾一下你们的房间，姥爷要来了。好，拿铁收拾房间。什么呀？收拾房间。先把房间收拾了，老爷是个干净人。那是个干净人。收拾，我们一起收拾。为什么？一直在问为什么。拿铁，快点收拾，现在。为什么呀？我受不了。你能受得了？把这些披萨放在这个里面。受不了，快点儿！不要，他要不收拾这些，他就要收拾他了。对，收拾。哎呦，喜马拉雅是。开门成功。开了。哎，老丈人。你好 ，Hello， 你好，你好。你看我爸来，他完全没有反应，他还在厨房做饭，就是礼节上跟咱们不太一样啊。拿铁，放点儿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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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，哎呦，这。老爷想你们呢，看老爷给你买啥了。这是啥东西啊？不用。这是什么？小朋友，拿铁，姥爷的意思想让你学学英语。一家外国人还要在这儿学英语，这儿。来，拿铁，姥爷教教你说英语。拿铁，摁这个。西边，这是小朋友最讨厌的玩具。小朋友，再见。就给他关了是吗？这，老爷叫你。小朋友，学习开始了。这，按这个，按这个，不按这个。小朋友，再见。你得学两个字 ，A。哎哎，小朋友，再见！哎，又给关了，就是不想强制关机。拿铁，老张家从姥爷那辈到你，就你被拒收，就你。
拿铁啊、哦，拿铁。嗯。你说 ，It's ball。拿铁，你喝饮料不？这是什么？这是 milk。我不要喝这个。Why？ 为什么？他用英语怎么说 ？Tea， 这是 tea， this is tea。紧箍咒似的。拿铁，来，姥爷教你一句英语，拿铁。来 ，How are you？ 你说 How are you？How are you？How are you？How are you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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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mazing! How are you? Wow! Okay. 太棒了，拿铁，你说 How are you? How are you? 这孩子真有意思，就是不说。这对英语是有一种心理上的抵触，哎，抵触反感。好吧。哎，我看看你爸做啥。爸爸。哇，这个看起来不错呀。我看看你做啥。你就是不会选活干，嗯，你这个时候你给你老丈人倒点茶，别搁这翻锅枪。Go, give my father some tea. I will do this. Okay, I have tea. 拿来。哎呀，爸，喝乌龙茶。乌龙茶？对。哦，嘿哟嘿。跟撒盐差不多。你整那老多柴，你要做枕头啊 ？Are you gonna make a pillow out of？ 这个放水这里，这个插水放这里，放这里。爸，这玩意儿咋用啊？啊？他不知道咋给你泡茶，搁那玩儿去。哎呦！哇，功夫茶，功夫茶，水来山，掉了，河水冲，啥呀？啊？啥？爸爸，还碰一下，不浪啥。哎，这个，这什么茶是？他说是乌龙。乌龙？乌龙茶。你是不是买错了？我爸感觉不太像。我要普洱。当时我忘了，我放在哪？这里放普洱了吗？放普洱了。这是乌龙。